南棍是南派各类棍术的总称。第三套国际武术竞赛套路南棍是根据武术套路运动不同阶段发展的需要，于2011年12月创编的竞赛规定套路。全套动作66式，动作采编主要来源于传统南棍器械各类门派的经典动作，如五郎八卦棍、奇门棍、六点半棍、单头棍、双夹单棍等。该套路结构合理，布局饱满，方法多样，衔接流畅，充分体现了南棍项目的风格特点，达到了竞赛的总体要求。其动作运动的特征和方法是双手前后握棍，扫把转换灵活，发力吞吐有序，发劲短粗越硬，击打力点准，攻防技法细腻，棍法多变凶猛。动作整体表现为棍法密集，力透棍端，以点生面，借力打力，以巧应变，以静制动，以快打慢，发声呼喝，吐气催力，助威助势。武术界的教练员、运动员们，大家好。第三套国际武术竞赛套路南棍项目，今天由我来为大家继续介绍第四段的内容。下面我们来讲解第四段动作内容中的动作重点及难点，独立步主棍，请运动员演示。独立步主棍，独立步提膝过腰，棍身垂直，棍梢主地，主棍与独立步完整一致，力达棍梢端。独立步，独立步提膝，大腿要高于水平，膝关节要过腰，脚尖绷平内扣。左右五花棍，请运动员演示。左右五花棍，双手握棍松活，五花棍与转体协调一致，力圆贴身，一气呵成，双手握棍至右腰间。翻身跳，单叠步摔棍，请运动员演示。翻身跳，单叠步摔棍，腾空翻转时上体后仰，两腿屈膝后撩，落地顺势用力向下摔棍。摔棍与单叠步完整一致，力达棍身。弓步斜后挂棍，请运动员演示。
弓步斜后挂棍，右脚踏步沉稳有力，以腰为轴，左右抖动助力，弓步拧腰转胯蹬脚，完整一致，力达棍稍端。下面为大家讲解第四段动作内容中的重点动作攻防技法，主棍。主棍技法攻防相间，当对方使用相关技法进攻时，可持棍主地隔挡防御。也可在攻防中看准时机，突然戳击对方脚部位。下面为大家讲解第四段动作内容中动作质量标准及扣分点。虚步，虚步屈蹲腿接近水平，后脚跟不得离地，前脚尖点地，重心落于后腿，前虚后实。独立步主棍，主棍棍身垂直，棍稍端助地，独立步与助棍完整一致，力达棍稍断，左右五花棍，两手握棍松活，五花棍与转体协调流畅，一气呵成，五花棍贴身力圆，翻身跳单叠步摔棍、抡棍，腾空翻转力圆，腾空翻转时上体后仰，两腿屈膝后撩，落地时两手握棍随腾空翻转下落式用力摔棍，单叠步与摔棍完整一致，力达棍身。弓步斜后挂棍，踏步沉稳有力，弓步拧腰转胯蹬腿与斜后挂棍协调一致，斜后挂棍时腰为轴，左右抖动助力，力达棍稍断。虚步抽棍，虚步与抽棍协调一致，力达棍身。下面为大家介绍在男棍项目的演练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大家需要做到动作规范，方法正确，劲力充足，用力顺达，力点准确，手眼身法步与棍法配合协调，节奏分明，风格突出。大家需要熟练掌握男棍的基本技法、组合、分段及套路，做到男棍项目属性的攻防技法清晰准确，套路的风格特点突出。
一。第三套国际武术竞赛套路南棍项目今天与大家已介绍完毕。在本次课程当中，我们重点介绍了南棍项目的动作规格、技术要点、攻防技法、演练的风格特点以及相关的基本技术训练方法。希望各位教练员、运动员们在今后的训练实践中努力提高自己的技能水平，不断充实完善，从而在比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谢谢。